be on my suit and tie shit, tie shit, tie. I be on my suit and tie shit, tie shit. Can I show you a few things? A few things, a few things, little baby, cause I be on my suit and tie shit, tie shit. I be on my suit and tie shit, tie shit.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Wait a minute. You ready, JT? 你好 ，Cross。哎，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好不好 ？OK，Hello， 大家好，我是 Cross， 啊，一天来自上海。那差不多2002年开始入行，差不多2006年我来到了外滩，也是我觉得人生第一次真正找到我的一个对于鸡尾酒认识的一个地方。那时候是在 Strand Pub 外滩三号那边，那个时候是一家比较 fusion style 的一个餐厅。在那边的话，我们的主厨也是老板之一，他本身就是对风味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人。然后他本身的一个 style 是让我非常的明白。他基本上成为您一个做他就是最早的一个导师的一个 style 角色。对 style。那你认为西方和中国这边的酒吧文化有什么区别？肯定是不一样，有区别。但是国外其实英国美国、法国。都要比国内的整个一个饮酒文化要先进很多，包括鸡尾酒。那我觉得其实也是正常，因为其实国内我们整个一个包括喝酒这样的文化也是从19世纪这样。比较晚一点。对对对，比较晚一点，80年代做之前。到现在其实也是10几20年，但是我觉得已经那个速度，至少我觉得在上海。非常非常快。你在吧台里面工作的时候最想要的是什么呢？老实讲说，我这人比较喜欢在舞台上，我很 enjoy 那个感觉。那现在来说，整个 bar 其实就是我的一个舞台 ，my stage。所以每天的工作就是像在表演，像在一个 show。不是说我爱秀，但是说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然后我愿意去通过自己的一些表演，不管怎样，就哪怕是一杯酒，能让我的客人感到很开心，然后这就是我想要的。OK，Cross， 作为中国最好的调酒师，可以给我们刚入行的小伙伴们一些意见吗 ？OK， 小伙伴们，我觉得，我不管你是多大，19岁还是20岁，因为其实。永远不会太晚，你选择这一行 ，OK。最重要的是那颗心，你的心是在哪里？这种热情。对。